朋友，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Q&A 时间。我想请问王教授两个问题。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人类大命运》（Homo Deus）。书里头提到说，将来这个优生学是势在必行，可能会走到 cyborg， 就是人跟机器的合体。Tesla 的这个老板那个 Elon Musk， 同时也呼应这个想法，以后可能不是一个 dirty word， 可能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就我想请问您对这一点的看法。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提到人性的生物学，因为您刚刚没有给定义，所以我会猜是不是这个学问本来就应该是分布在心理学、这个社会学，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心理层面的探讨。不晓得您是不是是这样定义的？这是问王教授。那另外一位，我想请问的是，美国既然是人类的大熔炉，那这些基因的研究，应该会跟中国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对汉人觉得是一个很困难定义的。中国3000年的历史，汉人是可能有各种的人。那我们这样研究起来是应该怎么样使用？美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谢谢。好，谢谢这位来宾提了三个问题，我们先请王老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真的不大，就是我对科学的展望或是预测，我兴趣没有那么大。那当然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就在于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所谓的人性的生物学。我所谓的人性生物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现在我们是说用基因组来解释人性，一个好人是怎么样，一个坏人是怎么样。那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找到生物学的解释。我说的是这个，我譬如说我们的血型 A B C， 我们的血型有 A B O 这种血型，那我们可以找到基因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我们先假定我们可以很容易做一个定义，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那我不相信可以找得到生物学的解释，这是我真正的意思。然后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资料，我们来讨论人的生物的独特性。那 只不过很不幸的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在这一些资料很少在公共论坛上有人很认真的讨论。我觉得即使是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那就是说人类的族群的遗传的复杂度非常的高。假如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好的证据显示我们跟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那黑猩猩族群里边的遗传复杂度事实上非常低的，我们人类的遗传的复杂度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人文解释就是，这表示人类的社会有一种特质，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基因组合的人存在。光就这一点而言，我就认为事实上这个就可以用来说这个 biology is not our destiny， 就是这个生物学绝对不是我们的命运。 OK， 我很抱歉，我只能回答到这个到这里为止。我不大相信什么 cyborg 的，我也不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动一些什么样子的基因组的手术，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人。像这些事情我都不相信。OK， 所以下面问题我们就请郭老师回答。好，那我就顺着王老师讲的，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才学到有这么回事，说人类的基因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基因，是不是？还是就是。族群内部的复杂程度，对对。但是非常遗憾说，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少去包容不同意见的人，这倒是真的。就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想法非常的人工，而且就是说，通常都是拉科学当背景，证明我们早就知道的不同。那我讲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大概在以往我们在做药物研究的时候，我们常认为说亚洲的人非常的像。
可是通常就是说在日本那个时候刚开始要开放他药物市场的时候，他宣称说日本跟其他的亚洲人长得不太一样，这样那时候大家觉得说他不讲话非常不科学。二十年过后呢，日本人不但就是说开放了，而且日本的这个制药市场基本上强者愈强，非常 了不起。现在他就问说，那问中国人说，那中国人你跟日本人是不是很一样？日本人说我们跟中国人非常一样。中国说没有，我们跟日本人非常的不一样，这样哈，就是说，所以我们人性的社会常常会创造很多不一样。那回到你的问题好了，就是说，我觉得我在演讲里面讲一个很有点，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不一样，其实坦白说要让证据来说话，就是这我跟一般的人文学者不太一样，就是说一般人文学者好像批评科学，基本上把科学踩到脚下还这样。这是在踹两脚哈，可基本上我会感觉是说，人文基本上也是一个提供知识跟想法的地方，它跟科学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我不认为科学要特别大的声音，但是我也不赞成说完全不给科学声音。虽然说它可能实验室比我大，社会学院比我多，然后它的这个教授薪水比我高，但我会敬重它，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那我想讲的原因是，其实在基因体学的研究而言，一不一样基本上也是要研究的。那回到你刚刚讲说美国大熔炉的问题哈，像我们台湾基本上在做这个台湾基因体资料库的时候，他基本上还真的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选民们安心啊，他就告诉你说我客家人、原住民、什么外省人跟什么我都会挑人，这样子哈，基本上这样弄。当然很多人文学就攻击他说这些非常的这个 artificial， 什么要加上什么就什么人哈。可是在美国这个状况里面其实很妙。美国第一个 involve 在这样一个比较多元的，就是说基因库，其实是两个计划，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我跟你讲，成功失败我都讲好了哈。失败那个计划就是在人类基因组的计划里面，它要推出来叫做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 就是关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的一个 study。那时候他也真的去想到一个事情，说他也很想把所有不同的人去弄出来，也面到跟台湾一样的问题。所以台湾说，大家在政治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就是没被加进去的种族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加进去又觉得自己被定型了，就感觉上是研究没办法做下去这样子。所以这后来就闹一闹，就后来就没有成功。他唯一的成功就是说，他帮我们这领域制造了一本畅销书，就是分析这个计划为什么不会成功。他就说那个书还拿了奖，大概就这样子。那这个书我想就有空再跟您分享哈。那讲成功的好了，成功这个其实是这是有点是阴错阳差的结果，就是也是在约略同一个时候哈，他们突然想要知道说，如果说要去。就是说要去知道人类基因组，或者比较大家每个基因组的不同的一个那个单核酸的变异，我们叫 SNP 哈，这个东西变异去做，这东西其实就需要不是全基因组的 screening， 基本上是要挑某些变异的点去看。这个老说也那个时候也不容易，在2000年前后也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参加了一个这样的计划，他就把世界分成三大族群，白人、黑人、黄人，这样来做。那欧美就是负责提供白人 sample 的部分，他就提供白人 sample 出来了。那个东西，坦白说，不是美国人自己做的，是他们美国人自己认为说种族最纯的那个盐湖城还是哪里，不是有一批那个摩门教的人觉得自己的血统还不错吗？他们是从他们自己原来既有的资料库抽样出来去参加那个计划。那个计划有成功，然后他那个时候特别跑到欧洲去挑，非洲去挑 Yoruba 里面一个，就是说非洲种族里面他也挑了人。那大家很好奇，那 黄人怎么来呢？黄人基本上也是特别为了这个计划去挑的，可是当时最强的国家就是日本跟中国，所以大家就政治协议各出45人，就要各出45人，日本就挑东京人，然后北京挑北京人，所以基本上他就你可以说第三组叫东北人，就是东京人加北京人合称东北人。那这东北人坦白说到底有多蠢只有天知道，但结果怎么样，他们在开始比较以后那个差异自然会出来，然后用那个去修正。那我的有趣点是说，其实你要给科学家一点机会让他开始去做，但是你也不要太相信他的话，包山包海什么就一股脑什么都给他，你要透过一个方法去让他慢慢去做。
那我觉得科学家有时候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也许他讲的东西比较难，所以他一直就把他讲的天花乱坠，讲的了不起的很，要不然就讲的话一文不值。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知道 科学史，或是知道我自己这个科学与社会研究领域，科学与社会研究领域，我都会觉得说要给科学家机会，但是要严格 监督他，就是说就跟你的这个庙拜拜一样，就是说你要拜那个神，但是不要相信那个主委，那主委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主委是人这样子。那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不要相信科学家，他跟我们一样是人这样。所以那东西就跑了以后，有些有趣的成果出来，后来就广邀第二批、第三批，就有人就把这计划又把它做起来了，然后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那有人说有趣的发现是什么？对不起，让我再多讲五分钟哈。他最有趣的发现是说，你以为一样的人其实不一样，你以为不一样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时日本也是兴冲冲参加这个计划，然后就开始做这基因体的做，就做以后发现到怎么样？他们以前一直都很怀疑说，日本人到底有是不是从同一个血缘出来的？后来一做基因体，当然就知道不是嘛，对不对？可是不是以后，大家就觉得很恐慌，不知道怎么跟上去。后来收到欧洲来的报告，发现什么？欧洲也是一样。后来日本就把它转化成说啊，原来我们日本人跟欧洲人一样的先进。就是说，欧洲人不是来自于同一种种族，我们也不是来自同一种种族，大家就非常觉得非常的高兴。就是说，他们就透过一个方法去解决自己社会上面的一些压力，转化成一个科学上的知识。所以现在至少在科学家，至少是做遗传学这个圈子里面，当然他们都不会相信日本人是来自同一个基因组，他们甚至还会更想要去收集琉球啦、韩国之类的去做比较。像我在阳明大学有一个那个生科院的老师叫可文雅，他就专门研究这整个亚洲的基因型。可是他的想法就从日本人来的，日本人想法从欧洲来的。欧洲的想法是什么？就先把基因资料收一收，再看它变异性怎么样。你就会去跳开一些既有的这个社会框框的问题。那只可惜是说，这个推这种计划大概都花非常多的钱，所以你如果没有国家帮忙，没有这个社会框框，可能连第一期的钱都要不到。所以你才会听到我们这边很多科学计划，动不动是谈台湾人的未来、台湾人主体性、什么国家未来，这些术语在我看起来都有点像是说，至少让大家先捐助他一笔钱。但是我会觉得说，考核是重要的，因为在下面第二、第三期，他应该就要拿一些像样的成果出来，而不能老是在以爱台湾之类的这种讲法继续把我们的钱拿出来，因为大家都是血汗钱嘛，哈。那不知道在场来宾还没有第二个问题？两位教授好。我想请问郭教授，这个问题的情境是来自我跟我哥的一次，我们在辩论说中国一胎化政策，我们在讨论到底是要，如果一个资源有限的话，要将资源投入在新一代的新生儿呢，还是旧一代老年人，到底哪这两个世代到底哪个比较重要？然后我们讨论的结果，后来我们意识到，事实上时间就算时间到了之后，我们一样也会变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不下去。所以我想请问教授，是要如何去判断哪一个世代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可以去判断？对不起，我是不晓得你跟你哥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第一个，我听起来好像跟一胎化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就说一胎化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类的有，就是等于是一个社会实验，那也有很多人去谈这个问题，那我不是专家不谈哈，那谈一般性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就是说我倒是不回答，但是我想可以澄清一个问题，是说其实世代没有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就好像我刚刚说我在讲年金跟不想给改革年金的人，会用比较抽象的方法去看事情，但基本上我看的频道或者我看的节目，基本上都会是比较具体在谈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的人。好，比方说我相信很多做社会福利的什么都在谈，那我觉得你的问题基本上我也不倾向于说我会给你一个比较一般性的答案，而技术性的答案是什么。好，我讲个例子好了，这 例子基本上我会觉得有些因素你可以思考。比方说我是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去读书的，去美国读书的，我们会遇到第一批因为六四而来的中国人。那六十来的中国人其实面临什么问题？第一代的移民，小孩子把他带出来，有人再把他爸妈带来，然后他们就会自己过自己家庭的生活。比方说，他们的爸妈其实老说已经年纪可能超过应该可以带小孩的年龄，可是为了要移民，大家要团聚，他们会移民以后去带那个小孩，
然后爸妈就辛勤工作，跟我们台湾出去的第一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然后他们下一代就有文化上面的冲击，因为那代的人跟你脑袋想的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英语就跟你就是跟我们这边的 ABT 一样，非常的好这样子。就意思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比方说，你谈你个人，然后你跟你哥哥或者你家的问题，或者说你认为说这样一种移民的情境，你该怎么去处理世代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奉养他？你为什么要照顾他？你把小孩带出来的原因是什么？要不然我举例，我们如果只谈人口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说会他跟打混仗一样。这我讲个历史故事，就是又呼应王老师讲的。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有人会把冷战的想法藏到科学计划里面？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话术，就是说他们都会讲世界是一体的，什么人口爆炸，有人会把那个地球当作一颗炸弹的样子，什么六十亿人，想当初是六十亿，现在要70几亿了嘛，想当初六十亿人叫做人口大爆炸，说是全球的问题，大家一起关注。可是他没有讲是怎么样，是大家如果要砍人的话，为什么是砍到你，不是砍到我？为什么是砍他，不是砍我？所以才会有中国、印度会说：“哎，你为什么砍他会砍到我？我才是需要，我是弱的人啊！”但为什么大家在砍人口计划就是只砍我？就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种笼统的讲法里面会隐藏一些你本来就不愿意讨论，或者说你很容易就溜过去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像你刚刚讲这个，就是说，你假设现在一胎化以后，你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技术性的事情是什么。比方说，你谈的是金钱的分配，或者是说想说未来生产力怎么样做，或者说你是不是要待在这个地方，它的面向就会比较细碎。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场合里面，特别是在比方说像这种年金改革这种大计划在推的时候，这种小的细节特别要注意这样子。不过在场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两位老师好，然后就很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演讲，然后今天听这两个主题，觉得是还蛮有密切相关，事实上都在关乎于一个生命的权利，而且也跟国家也息息相关。然后前面王老师讲比较是，就假如有缺陷的人，他如何可能被优生学所淘汰，然后或者是正向积极的鼓励某一些人留下来这样。然后郭老师的例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的祖母也有装过乐谱，然后事实上就那个政策，它事实上是影响到不同的人的。就当初我祖母说她是属于比较那种乖、比较听话的人，就好掌握军功教，所以受到影响。那这样就会觉得跟王老师前面那个逻辑好像是不太一样，前面好像是一个比较排除式的，然后郭老师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好掌握的人群，然后就会很好奇说，那在两位老师的研究脉络里，那去判断那个生命，谁可以有那个权利，可能继续被留下来的那个各自的差异可能会是什么？谢谢。我想这个复杂的问题让王老师先来，我先讲简单的好了哈。就是说我大概其实老实说，刚这同学问题其实基本上点清了，就是说我为什么在这个演讲里面特别讲说，有时候国家政策大帽子里面，它会加重一些阶级的不平等。我就基本上举例而言好了，就是说大家都是有下一代，为什么我的下一代我照顾得多，我有办法照顾得多？我刚说这是人性，可是有时候你跳回想说，为什么别人的下一代可能就没有办法？可以前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他们可能以前就是失败者嘛。可是我想，我们就说做国家计划就要跳开来说，大家还是要有共同的生活要过嘛。我讲一个家庭计划例子好了，我不知道你祖母是不是真的很听话哈。我讲个不听话的人好了，这不听话的人其实我在我的硕士论文有提到，是一个叫苏子宽的人。其实我对这个人还是非常的好奇哈。他是国民党第一个跳党出来打国民党，还把国民党打倒，就也就在我们这个正蓝大安区。就是搞成功的，那一个女的，然后脱党成功，当然很不容易哈。但她是怎么样的例子呢？她就告诉你说，避孕是我自己来做决定，争取我自己福利的。所以说她在逃难到台湾来的时候，她是没有人教她，她自己就开始做避孕，因为她知道说她如果在那个路上就生了，她可能很难逃到这边来，所以她就做。可是她到这边来呢，她基本上怎么样？她只做推广某些类的避孕。
就是你随时可以要随时可以不要的那种避孕，他提供这个。什么叫做随时可以要随时可以不要？比方说那个叫什么算时间的，就是算你那个排卵期的，哦，这种事。还有另外一种什么事，就是那个老师也不是顶好买，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叫子宫帽啊。子宫帽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也是跟那个一样，就是装在子宫颈，把子宫颈套住，就跟保险套一样，女用的保险套，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它基本上就用这个，为什么？因为用完它可以自己拿下来清洗以后，还可以再继续用，它就完全都不用。然后怎么样？你不想用的时候就把它拿掉，就这样子。可是这么方便、有趣、不伤身的 用法，有没有推广成功？没有。这位苏子宽只推广怎么样？听得懂他的话，知道怎么做的人。那从卫生者的角度就怎么样？就是这些人知识比较多嘛。我们刚刚教育就是教育那些知识不足的，我不是说你阿妈是这样的人。可是有时候卫生的暴力就是这样子来的。他不见得知道你祖母是不是知识够或不够。可是当我一天要做业绩要做这么多的时候，我发现说你跟我是朋友，因为这也不见得有坏处，我会想到先想到你祖母，先把你装上去，就有点像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些技术上的差异，就是说你本来大家都爱推节育计划，那本来我刚刚也说大家都各种避孕计划其实都会介绍嘛，可是刚刚你有看到整个计划里面其实是以乐谱为业绩标准的，也就是说用乐谱来算业绩最清楚，所以你等于给大家一个入偶，就是怎么样，就是我要推也要从乐谱开始推，业绩比较稳啊。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 一致，感觉很不错。可其实造成的差异是有的，为什么？就是那群像苏子宽一样的人，他基本上就拒用乐谱，他觉得乐谱怪怪的，很邪门。可是怎么样？有些人就是用乐谱，所以都一样达到节育的效果，可是中间确实有差异。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保险，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但是确实有差异。那我觉得我们以前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很少去想这一块嘛，就是达到就好了，达标就好了，没有去注意比较细腻，就是整个社会上不同的人、不同需要这一块。那我觉得教育计划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跟王老师这没有特别的矛盾。他就是一个国家计划大帽子扣下来以后，他其实会创造一些因为业绩压力或是要达到绩效，有时候反而会有点加剧原来知识上、阶级上面的不平等这样子。我很高兴这个，郭老师先回答。现在是这样的，我应该这么说了，那就是你问的问题跟我准备这个演讲的动机关系没有那么大。实在就我准备这个演讲，这刚开始的动机非常非常单纯，只不过是慢慢在发展过程中间，开始稍微变得复杂。可是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这种演讲题目可以发展到像郭老师讲的那么复杂。好，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我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我原始动机其实非常简单的，我原始动机只是不是想提醒大家，当你在说优生的时候，到底你在说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做我们期望的优生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产前检查你是有可能，这个检查出唐氏症，唐氏儿那是可能的。那你要做一个很痛苦的这个选择，当然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这种选择可能一点都不痛苦，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唐氏症筛检这种事情算是优生，那还有什么？有没有更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很少，其实是非常少的。我只不过是希望大家能够反省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谈优生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据？我要说是绝大部分都没有根据的。就用我们平常的人这个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你想想看，你的幼稚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的同学。我在中研院工作几十年，然后我再看我的同事的孩子，我看不出有什么，就是说我没办法归纳出什么优生的原则原理的。我其实真正希望大家想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这样这个说明能不能让你觉得我这个想法也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我忽然想到说，曾经有人对我说，像我跟我太太都是大学教授，然后不生小孩，那我现在就可以反驳说啊，我们生出来不见得好啊，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所以老实讲，我当年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位父职辈跟我说，大丈夫难保七贤子孝，哦，一点不错。你那没有七贤子孝吗？不我运气好怎么样？哦，运气好是吧？所以是不错，是不错，是不错。不过我自己是有两点补充一下，一个是说，当然是说有一个跟王老师相关，跟我也相关的，就是说，其实是也是跟政府政策有关的，是关于管制，关于就我们叫 enhancement， 就是如何提升你的品质的管制。这个管制非常非常的妙，就是说它在基因疗法或者基因治疗检测方面，管制非常的多。主要的原因是执行者是医生了。可是比方说像我刚刚说莫扎特的胎教啦，说听音乐让你什么儿子更怎么样啊？基本上你只要讲得出来，大部分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怎么样，就是想当然的尝试，觉得应该会有嘛，对不对？就是说，比方说你听五百，最后只能领五百，然后你跟听莫扎特最后可能会怎么样，就不一样这样。那有人说这东西，请问做过什么 study 了？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根据嘛，可是大家就觉得这是 OK 的。但如果说有哪个医生告诉你说，就说我帮你基因检测一下，你会怎么样？他也就问你说，到底有没有人在准你这样做？那这当然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上是假的。在这个文化的这个范围里面做，那因为刚刚蔡老师这个我也跟他呼应一下，就是说这么优秀的精子，通常这个新加坡政府都会请你把它留下来，就是说这一代你也许不需要，可是基本上你的身体也是咱们国家的公共财，你跟你老婆都应该把这个精卵留下来，以待未来五十年、一百年后。赶快请王老师帮我解套一下。不，事实上老早就有人呼吁。甚至这个事实上低比基因都弄到了，就是要诺贝尔奖得主捐精子。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绝大部分都是男人嘛，所以让诺贝尔奖还有时间因素，再有时间因素。对，你知道意思吗？很快就发现那些诺贝尔奖得主都太老了。这时间因素就是说maybe 很 creative， 但等他们被奖肯定的时候，通常我是精子的质量会衰减嘛。我在这边，我在利用这个机会，我在宣传一个，我谈就是很多关于人类的生物学，或者是更非常基本的生物学，我们根本不清楚。譬如说，为什么男人要有那么多的精子？我不相信有很好的答案。我们都知道，这女人的精子，这个卵子每个月一粒，或甚至其他的动物也是一样。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卵子，可是精子你就需要很多。你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而且现在是检测的标准之一，就是你的每一 cc 精子每一 cc 精液里面必须要有多少精子，那你才有可能让女人来怀孕。可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你应该会同意我吧？这是一个极端根本的一个生物学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所以基本上我对于我所谓的人性的生物学，你要是觉得听起来有点怪，那我给你一个你听起来很容易接受的，就行为生物学。我们对于行为生物学，其实基本上那个知识大概比一个有经验的 CEO 还要糟糕。就太少了，太贫乏了。就是你假如是甚至你假如就是说你的阅历，就是你的江湖经验很多的话，你比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比更了解怎么样预测一个人会怎么样。好，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也想呼应一下王教授的讲法，因为好像男人的精子这件事情跟整个。Evolution 没有关系，因为以前的话这么多一定是希望保持人类的数目，可是现在人类已经从七十几亿了，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在减少，这个好像跟演化是有一点脱节。可能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或者是不是这样谈的。我要说的是，这所有的哺乳类都这样，或者是整个生物界，是这个雄性的精子都是需要很多的。
OK， 所以这不仅仅是人类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类的问题，就是这是性别，就是这个雌性，所需要的卵子，为了达到生殖的目的所需要的卵子并没有那么多。那个雄性，这个为了达到生殖的目的，它需要特别多的精子，这是一个谜，这仍然是一个谜。所以我不认为还有答案，现在有答案。那我赶快问王老师一个比较，我生物学很久没学了，赶快问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哎，我知道卵子基本上是透过协调荷尔蒙刺激从卵泡这样子生出来嘛，那精子就是一坨一坨这样子喷出去的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就这种行为上面，我这样讲有点跳跃，就是说，会不会在女性的卵的安排上面重视协调？那基本上就是要大家群策群力，可是每个又谁都不服谁，还蛮符合男人跟女人的天性这样。将近20年前有一本书，有一本非常畅销的烂书。叫做精子战争 ，OK， 他 大概有你描述的那一点味道。那我说那是烂书，那是是有，就是完全没有根据。他想象精子至少可以像美国的美式足球一样，你有前锋有后卫，有拦截者，有达阵者，等等之类的。那讲得像真的一样，那书也很畅销，结果那个书从台湾还跑到大陆上去，在大陆也很畅销，所以我很高兴。那这个越烂的书他们看得越多越好。不是，怎么可以是我翻的？没有找到证据，没有，不是我的意思说，光就形态学鉴定来说就没有这种事。好，今天的科学史沙龙就到这边结束。那希望下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也可以再看到大家。好，今天我们到此结束，再次掌声谢谢两位主讲者。